在你心里，我不是一个值得你信赖的人，所以你才不曾相信我。不是这样的，不是这样。所以，你对我只有歉意和感激。 侯爷刚才走得匆忙，怕是要淋湿了，我得给他送伞去。我怎么给忘了？侯爷在文姨娘那里，哪里用得着我操心？ 夫人，怎么这么不小心？ 下着雨，还不赶紧回来？要不是遇上了我，你还要准备淋多久的雨？侯爷不是在文姨娘那儿庆生吗？怎么会突然出现在花园里？你希望我在那里吗？ 之前我的话说得有些重，别往心里去。别睡了，早点睡吧。 知道你对我还有心结。
今天就算你不想听，我也要说。对不起。没事了。要一起看甜蜜。侯爷，时辰不早了。吵醒你了。怎么不说话？我觉得像做梦一样，好不真实。这样还想做？侯爷时辰不早了，再睡一会儿。时辰真的不早了，侯爷，时间快来不及了。侯爷不是要早朝吗？好，你再睡一会儿。我起来。不睡了，我和侯爷一起用早膳。从今日起，每天都和侯爷一起用早膳，然后送侯爷出门上早朝。